丁委员，王委员，王委员，你看看电，看看镜，看镜头，对对对，好，谢谢，谢谢，丁委员，对，是吧？王院长瘦了吗？没关系，瘦一点好了。是郑部长院长，现在这个云林的云林会的那个不错，云林声望，云林声望，瘦了没有关系，瘦一点。啊，瘦了比较健康。对对对对。刚才苏勇，来，是吧？欢迎，欢迎。哦，来欢迎。我们这个，哎，那个准备准备好了，然后后面就是，这是就是先来的好处啊，迟到的好处啊。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各位，哎，高雄的大佬哈。谢谢谢谢，我的我的广告的多嘞。台中是台中的，台中大佬。中国大佬，刘勇。院长来不来？今天来，今天来，院长来，院长来，过来过来，来。因为这个会期以来，这个整个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生态啊，那么发展到今天，很多的这个问题没能够有机会跟这个我们本党的这个立法委员来交换意见，所以我特别商请中央啊，包括秘书长、执行长，还有各位主任、书记长，安排了几个机会的。那么希望这个都是我们各位都是我们本党的先进同志。那么尤其啊，今天国家的这个发展这么快，你说是这个三五个月的时间里面，很多的事情都会陆陆续续的出现，政府也好，我们的国会也好，都要拿出来办法，都要拿出来这个做法给我们的民众来看。交换意见，需要大家来做法。有什么问题啊？来提出这个话，这个不拘形式的一个，对对，好不好？对，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谢谢。